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唐理事长这边我们就另外再约时间，哦，我们再找三家百货公司，我想大家都很愿意投入，那怎么串联起来这边的赞助共同来合作来拟定，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建议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想最后呢是感谢各位的一个出席跟很多宝贵的意见，这边我会整理起来，那我们每三个月还是会定期来做检讨，那这方面呢，刚也有代表的提到说，希望我们把简报的资料可以寄给大家，那是麻烦大家做一个动作，在我们的开会通知单上面有我们一个信箱，好，那如果各位也方便把资料留给我们，我们会自动寄给大家，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透过开会通知单上面的一个信箱呢，寄一封信给我们，那我们就回寄我们的简报给大家，